怎么？继续开我的矿？我先把 BB 放下，别急。要给你100，再给你100，后面那100等一下。孔雀魔不需要给那么多。再给100，哎，没关系，你用完再给我就是。我靠，用不了！我才发现我用不了，我造不了上面。我木头怎么？你给了我多少来着？你给了我300，我发了你100，还欠你200，我再给你100。不要钱，不用，不是我不缺、啊。你要钱接不接得上？我也不缺啊，我是出狗的，我也不缺。你开我的矿，然后我的矿可以拉民兵守，不过你的狗就没那么好守。不过你可以造大墓地。我这样走过去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。就你一出来就开始连可以啊，可以的。然后我现在这两个塔，我要主家那两个塔要造。妈的，我一本他们都要冲了呀！他们不知道你一本了，他们以后就知道了。可能就冲我家了。你家不是，问题是你家门口有我家呀，看得见的，可以提前准备的。然后他想你走的时候想撤退，又要路过我的分矿。他一路过我的分矿，他又不想打。这里精灵，我觉得还是 KOG， 已经看见是 KOG 了。他可能捆我的步兵，我走直线。还有多久？马上，几秒钟。大法链分光，我拉6个农民链，链完要跑回去。你可以先睡，我后面后手到。不要睡6级的，我农民先上吧。等等，睡野怪不合适吧？睡个3级的。太狠了！我家里变个塔先。不就是要搞我家？要搞我家，搞我家！这个3000块不用管，然后过了就搞定了。这边呀，来。哪里走？没得救吗？好，没救。哪里走？这样他好亏啊，上来俩狙击没有了。Job done。记得节奏吧，杀农民走。把塔给他给了。把他给爆。打不过，打完农民走。走了。睡他。我直接撤。没魔，不可能用魔了。他妈100。疯狂。我升本了，我要小炮了。你狗不要停，没粉是吗？有粉吗？有粉，我出门带了。这里有个暗锤石，你围他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把矿占住。他们不敢过来啊！他们不敢，哎，来了，还是来了。造大墓地，没钱，都放2个人口，都是钱。
要补一波，补一波魔法。我家里也要补两根塔。要冲我家了。去吧。Job done。你第二个 BC 补没有？哎，跳去，过一级的，一级的也要杀。不要不要睡，太单纯。我被炸了，没有魔。你家里怎么样？有点惨。你分矿，我拉兵兵帮你扛一下。妈的！Not enough mana。装 BC 要补狗残路，补起来，补起来，多补点狗。我看好了，没木头。我回去买一个骷髅棒。有多余钱给我。买了个蓝瓶，我先练这里。别练了，别练。HT 过来了。他应该是想抓我。他在练习。不，我说 HT 那边。我现在有七条狗在抢木，他想抓我。木头和钱继续给。我双 BW 还没炸。过来我这边，走。来了，我先照顾 QG。不要睡，不要睡，他单船在睡，睡。他们以为有单船就不用死。木头，出小炮，练这里，我有药。我搞拉我一层木了。大墓地嘛，你可以在这里踩，来这里踩。那你踩开了就不是一个红家的。没关系，不是关键。别给我魔，我耗魔太多，我那个技能没有你的技能厉害。去这里看看，小炮出来了，两个就可以开始进攻。你练一组级让我到三呀，这边。这个很难练的，不要搞他吧，搞他吧。哎、啊，直接搞他到三，我把技能留着，留魔法。I can't build that. I can't build that. 反正都有 TP， 这波不亏，没开矿就行了。他打精灵吧。哎，有人把他们来守了，别别往后退，阵型还可以的嘛。木头，木头，木头和钱，我剩三本。他们输的是 AC。MK， 他们怕我们推，我们练个级。去小路，他这是不知道去小路还是去熊，估计是转熊。有个刀山吗？我用飞机看一下。赶紧练了。
么卖？买个。好，删了。买什么？买你买个水果，我自己买的。连出三本吧。他们是碎片小炮。Job done。我也给我暴兵吧，你那么多钱，来，我看一下他部队怎么样。人都是二本，二本小鹿的部队，人都开矿，精灵二本、啊、也开矿，人族三本双 BB， 然后精灵一本部队，就是骑士小炮嘛，那就骑士小炮牧师。那我也是骑士小炮，那他们怕你的鬼灭了，但你鬼灭出来来不及了，他们要进攻了，我出兵了。他们这里也开矿，把这里炸掉，把这个帽子给你炸掉。取消。推进吧。我直接三本的话爆双 BH 鬼灭。Job done。其实你鬼灭出来我们就。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。守的话大家差不多。守的话我是五十号的惨。人族肯定不是五十人口。我来这里开个矿。你开吗？啊，你开了我开。我开。他们要来了，算了，开不了，回去上面吧。这里，我三本比他慢。Upgrade complete。我去买两个群补，这里，你的钱就用群补吧。我八十人口。赶紧，农民回去准备变民兵。这他妈出的是山令啊！这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他分了几个农民，分了几个步兵去你家，想要屠龙。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！很多骑士。不行，那个小炮蜘蛛 ，TP TP TP 去你分吧。继续打吧，阵型不好而已。你的矿，打，我小炮比他多很多。我，睡他大吧。控制我家，你蜘蛛不要卡住我的兵，你蜘蛛往最前走，打得过了，像骑士那样冲上去，漂亮，往前走往前走，卡住了，往前走他下不了，打一下冲一下，好像破法冲蜘蛛阵型那样。这个山岭，回头，这里有个山岭，山岭点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可以撤。来、啊，这来补给啊，我轰他矿。我农民，我狗死的差不多了，左边有矿，打左边这个。都行。我看人族的不爽，我先，哎。我靠！把那左边那个矿打掉，把他英雄干了，冲蜘蛛往前冲来打，不要就平 A 的话会堵住的，对，去吧，一起死，空军找不上怎么样。有钱买吗？我给你钱买吗？嗯。
左边进攻吧，这个位置太恶心了。过来，你直接顶盖子，我直接顶基地，说错了。多，好，快来补一下。走走走，我火箭好像好。你给一半钱我出骑士扛一下，我只有两个骑士。圣骑，算了，这个阵型我们好，我小炮都看不见，就这样。我后面研究好。难道木头有吗？我在这里偷了矿，喂，被他看到了。给他看到了。还守这个。没来，我勾这个出来，我用小炮勾。我五级了。你练吧，我回去带个球过来。嗯、你要不要发个油匣？不要，我要到这边。好，好，来了。算了，我取消。现在不能打。那些骑士要靠你鬼灭打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报名。我就把蜘蛛网一伸开，不停地帮我灭就行。他们练这里，准备抓。来，这个口可以，去吧。鬼灭好了吗？飘起来。蜘蛛很多。我来打 AC， 你打别的。AC 全干掉了，靠脸，一个都没，一个 AC 都没有了，还有一个，我 MK 又死。血法，血法，血法！我无敌。我觉得他要转升级了。这里进攻吧，从这条路走。这里有熊。哎呀，好，好恶心啊！你其实没事。血法，血法，血法，无敌！点不出来。我靠！你还有英雄在这里吗？还有一个炼金，打。部队 A 上去，一把空。有个屁的部队，全是。啊！鬼面，鬼面，保护我小炮就行了。好，可以直 A， 可以直 A， 塔只有两根而已。给些木头哦，我没有木头，慢慢走。我分矿端了，我这边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他们想干我恐惧，干我炼金。MK 复活，
两个红水的骑士。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Our gold mine has collapsed. 两个人复活了吗？复活了。Our allies' town is under siege.这鬼面搞啊，能爆发飞机。不要，恐惧，小心！没办法了，这关。这个没吧？刚刚那个。我这里投了个矿，我估计他会爬基地。那些我们要保护英雄，矿都干了。他今天会爬这里，他猫头鹰一直飞我这里。你觉得等一下怎么打？这口我把口炸开。哎，小心你孔雀！所有大招上吧。我要不要等碎法？取消取消取消！我拉农民吧，拉一波民兵。等我拉波民兵。打吧。碎法也出了，等再等。不然他这个矿有钱，他越攒越多。等我等我这波。三二一，来。正在路上，我民兵这样过去，英雄别死，一切都好办。冲啊！上了！我操，这个有点多。我丢个三星炸弹，打骑士。我在打毁灭，我在打天机。大吧！我靠！你的队伙别别送，喂，他 TP 在原地了。A 平 A 地板 A 地板。我挤奶抵消他，大把大把，升级。来来来，我这圈那里来住。放我！饿死吧！哎呀！我操，胖子啊，也死了！来来来来，来住来住，鬼灭可以奶的，我真的可以奶哦！我只有一个兵，我只有一个兵。不求应该给你释放。啊！我去，不求给你。哎呀，不行，他有大无敌，赶紧走吧。那个 KOG 好恶心。他没魔了。给钱我买 MK。嗯，哪有钱？有矿，矿你采，正在采啊，没吗？对啊，我是在采啊，但没钱呀、啊。
我的矿没有。你要多少钱？你要几百就可以了。我有钱。哦，你也在查。拖一下，拖一下。你抽出来加血加魔。Time Kill 大无敌，先把骑士给干了，不要急。我干不了骑士，我就一个毁灭。他这里可能会有矿，他爬矿，他肯定爬矿。我开坦克，他英雄。车子给你，车子给你。嗯。他刚刚踩。刚开始踩。这我杀一波农民。去弄个无敌，有没有木啊？我那个商店还没练，给我木头啊！你，我没有农民产木，我刚才死光了。不买无敌了，我可以干了。哇，他不怕死了。不会吧？被围了。打他大法。大法有六啊。有木头吗？有，没有木头，我没有木头。OK 的。地瓜。哇，这三英雄有点难。没事，他矿给你掉。MK 变身了，坦克走吧，坦克走吧，坦克走吧，坦克别死。你有钱复活吗？有，现在复活，在排队呢。这是不是你飞机无敌了？不是你毁灭，毁灭无敌了。喂，这里。不过英雄会死，哎，很烦这个。不去不去不去，不管了。用毁灭号吧。反正我还有矿。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。这时候没有 DK 猎犬。哎，哎，不能送呀！他 KO 去复活了，你转女妖行不行？不行，必须要等你。他占据他的骑士了。给自己反魔法盾，我还可以去买个无敌，我在这里用我来买。来买个，买个鞋无敌。这矿没了呀！不了，守不住，守不住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这矿肯定守不住。就等你英雄复活嘛，现在就是。走走走，买个小电话。去我那里。给你一个小电话。Our town is under siege. Our allies' town is under siege.
喂，铝矿没爆，马上要爆，打把他又去干了，他哎他要回来。怎么打？过来了，过来。刷里面。你的凤凰造龙兵。拖住他这里。出来是可以出来的。秀的飞行，在这里拖。卧槽，他有圣光的。对，然后是。你鬼灭可以上啊，你鬼灭不用鬼刷。他怎么那么多英雄啊？没那么英雄。地狱火这么弱的，在家补魔呀，别出门呀，出门就死了。现在你拉一个狗去中间帮我买，买了不过也好像作用不是太大，没兵打，现在就一定要靠女妖怪、女巫这些。英雄打不过他们，没输出呀！我这个英雄废物了。先秒 K, 有了地狱火的还是废啊！先秒 KOG 管得太烦、嗯。他过来了，他过去了。我去买个炼金。给我十木头。给我一点钱，我出个车。先别急，我感觉有戏，纯无敌啊！现在过来这里，我再去这里买个无敌。李英雄上去，我炼金跟你练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了打不过，别跟他打，但不打又不行。买个无敌吗？我帮你买。好了，不用守了，已经没矿了。狗啊，拉上了，拼一块，拼一枪。狗没用，这个狗，狗上去就是冲天。唉，打我跟你讲，他们，我跟你讲，他们 MK 肯定杀不掉了，大法师没有无敌，可以考虑，不过一定要输出够。知道吗？大法师帕拉丁啊、你有睡吗？就秒的时候你去睡帕拉丁，我锤他的那个大法，我三星炸弹丢上去，先别上，我用睡法勾一下。哎，你要死了，打了大法，等一下睡那个。他的圣骑不见了。好，搞定。打了个 KOG， 我不能，我有无敌。KOG 一直款人，我 MK 二十。我炼金要六了。打了个。我要被圣光罩死了。狗啊，出来吧！不出也不得没得打了，出来了。好，控干掉了。我控你的鬼灭根。鬼灭你控，MK 没魔，
不过没控制了，死光了。你有多少钱？我在卖建筑，我把建筑全卖了。我看一下 MK 要多少钱。MK 要你，我差60木头和340块。等 MK 有资，好，可以买。我给魔 MK 干了。好，先 Q 去。他没魔了 MK。干了，双星炸弹狗卡位。我靠，这是啥技能？死！啊！到了！啊！果然哥是打这种残局厉害的，是不是？